西方刚割怀，2008年经济海啸，世界经济金融海啸，啊，到现在拢无头路，无工作啦。2001年，伊才有机会去比赛，迄个叫做荷兰的声音，我第一名。啊，后来伊从那荷兰去迄个街头的所在，遐唱歌来鼓舞人心，有人得到快乐，得到吼，啊，这是一个真要紧吼，一个事件。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ammer the beat, then I am sweet and wealthy in a silent until come I sit the light of me.